好不好？我饰演的呢是集千万宠爱于一身的沈家的大哥，大哥沈家腾，才刚二十出头，已经复读五年了。二十出头，出了几个？那个头啊，已经多出三十了。我饰演的是一个就是追星星的女孩，我的星星呢是凭借幽默风趣风靡万千少女的冯巩哥哥。我是四妹沈佳彤，题目是沈腾。嗯，题目不许接话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哦，你过来呀、啊！我这个是腾哥录节目的时候，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对，休息就过去了。我这个是腾哥在台上的时候。下一个动作，互相结拜。我现在甚至可以点到。刚才也不在这儿，刚才在这儿。在，差不多。怎么结呢？你俩结，我俩结，你俩结。不带商量的，来。二一木头人，哎，我们戴上了。怎么拿了？怎么拿了？不带商量的，来，三二一木头人。哎，怎么拿了？怎么拿了？大哥，大哥，二弟和三妹在这儿跟你磕头了，结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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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亲兄弟，有人管没人管，有人管没人管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结拜了，我俩都拜上了。你俩拜上没人记录啊？对呀。作为对方，我们让杨迪来验一下腾哥和贾雷刚刚拍的自拍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重新来吧，录了四段视频。二弟和三妹在这儿跟你磕头了。增加一点。好。指压板，上指压板。有两个原则，你们要回到原点。第一，掉下来；第二，动了。在中间那个地方呢，会有棍子随时来击打，如果掉下来，就需要回到原点了。啊，都不行哈、啊，好，得忍着。好疼啊！这个，我的妈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太疼了，这太疼了。这一轮咱们每组出三个人，非得你们仨呀？不是，三个还是两个呀？雅轩今天也不在。我俩石头剪刀布啊！看给我剪的台阶怎么样？不错不错。石头剪刀布，来来，一把成的啊！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好了，请要参加比赛的两家的兄弟姐妹们脱鞋准备。来，两队队员请准备啊，我要开始倒数了啊，三二一，哎哎哎，三二一，木头人。花花在我转过来的时候往前倒腾了两小步，跑太快了。哎，目前竟然排在最前面的是腾哥，厉害，这个真厉害，岁数大了反应慢，明天才知道疼呢。来，两队队员请准备啊，来，三二一木头人，三二一木头人。不能压我。你们全部都没有下路车啊，全都动了吗？哦，花花真的是拼了，腿都快抖了，腿都快抖了。你想一想，这期不是以唱歌为主题的，只有沈腾来。所有人都动了，我们再来一局，二v 二来一个，二v 二，选两个猛的队里边。那看来腾哥和刚刚花花哥他俩还挺猛的。小童，什么时候你开始安排上人了？小童。剪完头发觉得自己成熟了，是崇拜。行，今天我就替小童吃一回苦受一回罪，又能怎么了，毕竟是我妹子。作为乔家大哥，我来。你必须得上了。
啊，你再不上他们又赢了。不可能，游戏就没输过。我这样，我来当裁判，我看看谁有什么样的漏洞。家属大院的好处。这轮老沈家有什么要对老乔家说的？大哥你说吧。瞧瞧底下的路，别让自己的脚扎破了，扎破了。也是一种关心，也是一种震慑。老乔家有什么要对老沈家说的？好的。乡里乡亲的。准备好啊，还是摸到我作为标准啊。来，请听口令，3、2、1，木头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快了啊。亮哥你看花花多聪明，两个脚全在那个比较安全的。你以为我不行吗？没刷住啊。来啊，请听口令，3、2、1，木头人。我想回家，我不玩了。你要成功了亮哥啊。哎，我一点不骗你，我现在真的眼冒金星，真的很痛。我这个角度看这都红了。脸都红了，都红了，这脖子把它推掉。来准备，3、2、1，木头人。万一输了，万一怎么下来了？万一疼的站不住。花花，我们还咋的？我们花花摇滚歌王，你看现在什么姿势？脚上包袱这么重的人，这叉腰撅臀的。准备好，来跟我击掌啊！3、2、1，木头人。好像没动。哇，好焦灼。恒哥把你缠得更紧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他什么时候？什么玩意儿？准备听口令，3、2、1，木头人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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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开我。请听口令，加油亮哥。3、2、1，木头人。木头人脚掌吗？脚掌吗？ 那也没击掌。脚掌等会儿就马上击肘啊。要击掌，要击掌啊。好，要击掌啊。准备啊，3、2、1，木头人。3、2、1，木头人。木头人。哦，腾哥获胜。差一寸呐，差一寸呐，小伙子。哎，一身汗，一身汗，亮亮一身汗。我没想到今天腾哥这么不怕疼，我拼了呀。腾哥怎么做到的？为了家族的荣耀啊。忍啊。今天呢是1988年啊，我们这个比拼结束了，彩电也归老沈家了。这么不疼？等一下，感觉有秘密。没有常人可以。哎呦，作弊哥，这位沈家大哥出来一下。干嘛呀？我得能检查检查你的鞋底儿吗？啥鞋底儿？我这双这和平时的你可不一样啊。我就普通袜子，干嘛？安迪，脚底的皮很真厚啊！我又没修脚了，好长时间。这是好，别杨迪，杨迪，下期你来还不行吗？啥呀？里面有什么？哎呀，杨迪。这就是王牌对王牌。俩脚都有吗腾哥？只有一个脚，那脚没来及。他就要宣布了，你怎么踩他干啥？这没起到任何作用。既然没起到任何作用，你单独走一圈好不好？你去走一个，我这样，我让你半拉，你在那儿开始走。走不了。哎，咱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你们不看看我哥哥脚疼，你也看这一脑门子吧。这个不是疼的，是吓的。行了，这趴就平吧，这算盘平了。平审。平审。
和食物相关的歌开始。食物，好，我来一个，我来一个。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，炸鸡走调了，走调了，不行，走调了。那也算有炸鸡就有吃的就可以，可以。我这个是90年代的。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，牵着你的手手。沙拉是吗？沙拉吗？对呀、啊，沙拉没毛病啊。沙啦啦啦。瞎拉拉了，我的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，牛仔很忙的。这个食物呢？食物。牛仔。牛仔是人。牛仔很忙的，在挤奶，从牧场挤完鲜奶，2小时以后就送去工厂制作最新鲜的飞鹤奶粉。飞鹤奶粉作为我们国品之光60年匠心，就为了一罐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品质奶粉，这没毛病啊，非常精妙。那可不，王牌鬼辩手贾玲又上线了。那也是真的好，我才说的好。飞鹤呢，不仅有自己的这个产业集群啊，奶粉当中还富含了乳铁蛋白和10倍益生菌，唤醒宝宝天生自护力。接下来贾玲将获得飞鹤奶粉王牌自护的特权，可以指定对方任意一人唱一首歌。夸飞鹤得到特权，那我们也干。飞鹤奶粉是我们国人的骄傲，提到我们的奶粉就选飞鹤。我可以自豪地说一句，我还真是喝飞鹤奶粉长大的。这样看来，特权还是应该给王牌家族，确实是喝大的。Yeah! 接下来给你们唱歌的这个主题设定是，你要先唱歌，这首歌你要是指定唱给在现场的人。好。唱完之后再解释我这首歌是唱给谁的。好。好吧。这块多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送给小童，谢谢。好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你说你是哥哥，我是弟，我要为你遮风挡雨。送给腾哥，希望腾哥以后能够多为弟弟遮风挡雨。谢早了。小酒窝长睫毛哒哒哒哒，送给林姐。哦。送给刘姐。是个男人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。咋的？让他就等着呗，就全。不让他一辈子单着，倒是唱完呢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贾玲姐。啊，不算吗？他是你的小苹果，多可爱！你管着吗你、啊？这有什么好质疑的？我想说，要唱也应该是我唱。那你再唱一个别的苹果。什么？有没有关于什么囊的？是吗？喝！这个范儿起的。喝了咱的酒，上下通气，不咳嗽啊。送给小童，送给小童，送给小童。时光，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将你变老了。送给腾哥。腾哥不说啊，那歌、个、刚才那歌我可不说啊。腾哥来了，唱完了自己领啊。丑八怪呀呀呀呀！唱的谁呀？这唱的谁呀？哎呀，不知道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指向性。
门槛的人上哪儿领去了？我要把灯关了，别把灯打开嘛。啊，哎，没，我有了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呜呜呜呜，送给刚刚，指名道姓，你送给谁？我送给他，不就接纳了刚刚那首歌吗？他非要跟，他非要证明一下，跟上首歌毫无关系。王牌家族还有谁？我还可以指定人吧？你可以随时用飞鹤特权让对方唱歌。亮哥，我不管，不管。兄弟啊，想你了，你在哪嘎达还好吗？送给说的男孩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还有谁？我来一个啊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送给所有的女孩，送给所有的女孩。我的妈呀，差点要砸在这上面了。稍微转的有点快了，试一下啊。十秒内哈，好，王牌家族从小童开始，速度出来，速度啊，速度，啊、速度、啊，速度也很重要。提醒一下啊，提醒一下啊，请说出啥呀？美若天仙的影视角色，计时开始。小龙女，黄娘娘，黄蓉，黄蓉，王语嫣，陈哥，刘哲，赶紧停啊！时间到了，不是小龙女，不知道留给姐姐，姐姐我错了。杨迪请听题啊，从你开始，请说出常用的家具名称。开始。电视柜，扫把。对，没错。皮揣子。皮揣子是家具。我听你这就不对了。我用扫把成床。每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条件确实是不一样的，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很好的家具，生活拮据。来，从小童开始，家具名称，计时开始。橱柜、茶几、床、沙发、衣柜、床头柜、酒柜。这个提问是寻常的家具哈，酒柜普通家庭没有专门拿个。谁说普通家庭了？酒蒙的家庭也很普通。那你们就七个酒柜就可以了。太紧张了，我一玩游戏我脑子就空白了。要不要调座位？调。我到你这儿来，你这儿时间接得紧，你发现没？从你这儿来。我先来啊。对，那简单了，那简单了，简单了啊。王牌家族要不要调座位？调座位啊，那他俩换一下吧。行，咱俩换一下，咱调，来，你俩换一下，我俩也换一下，我俩也换一下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哇、哦，王牌家族四个人的座位都调整了呢，都调整了，我们都调整了。好，王牌家族，那就是从花花开始啊，请说出特别好看的情景喜剧，计时开始。你好，李焕英。情景喜剧。确实已经开机了，已经开机了，马上开机了，开机了。赛罗特烦恼。在你眼里这都是情景喜剧。家有儿女我爱我家，闲人马大姐这种。你写的那两个戏也不错。啊，老乔家，老乔家。咋的了这是？没有用，来吧。行，请说出反派的角色，来，计时开始。那简单了，那简单了。容嬷嬷，容嬷嬷，灰太狼，牛魔王，铁扇公主。来，让你们看见识见识我们王牌家族的心理素质。什么叫做又稳又快？好好学一学。行，来，王牌家族，请说出大家熟知的影视剧 CP 组合，计时开始。邓超孙俪，邓超孙俪啊，影视剧里的 CP 组合。不让你说真正的夫妻俩。杨过小龙女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来，再来一次，计时开始。杨过小龙女，何进黄蓉，抢走了。王老邪和他的媳妇儿。我们王牌家族的心理素质。你看的是哪里的番外篇啊？不是，
我心里就想了两答案。皇上欠针灸啊！我心里就俩答案，一个就完了，我要疯了。好，王牌家族角色名称当中带有颜色，来计时开始。白晶晶、黄飞鸿、白素贞、黄蓉、阿紫、黄飞鸿，我这俩色啊。这个黄飞鸿有黄有红。我第一轮说的是黄，我第二轮说的是红。你说的那个黄飞鸿是花生黄飞鸿还是那个红？人家真正的黄飞鸿是三点水那个红。你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花生？角色啊，角色，这不能算分的。他说的花生，喷了，逮着了。还想怎么样？喝酒？想拿针扎我吗？我现在真的就是遇见状态，渐入佳境。都快结束了，你渐入佳境，那血栓马上就痛快了，都要结束了。请说出影视剧作品的名称当中包含有动物，来开始。智取威虎山，有虎。雪山飞狐，疯狂动物城，神雕侠侣，射雕英雄传，动物世界，雪豹。等会儿，疯狂动物城和动物世界含哪个动物啊？所有的动物。这就相当于什么蔬菜园里有什么蔬菜。比较领先的是王牌家族啊，赢一晚上，稀里糊涂赢一晚上。刚你们答了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啊，其实答案都在这个里边。哇，很好用，非常好用。哇，操作好灵敏，很轻薄哈。是的，这款呢是 vivo 首款旗舰平板 vivo pad， 不仅外观非常的时尚轻薄，性能也很强大。高通旗舰芯片，120赫兹超感原色屏，更有电池超长续航，闪充一步到位，无论是办公学习还是影音娱乐，通通搞定。大家可以上手来感受一下，非常轻薄， vivo 真厉害，感受一下，很漂亮。我回去也买一台。第二个玩法是这样的，我们会给你们放电影或者电视剧的 BGM， 双方举手抢答，四个人要分别对应的说出这部作品的名称，两个角色的名称，和说出至少一个主演的名称。太难了。第一个 BGM， 请出音乐。天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腾哥最快来。济公，游本昌，错了，咋了？要有顺序不是？对。哎呦，你们俩说，你说，济公，济公，观音菩萨，游本昌。咱们好像不举手反而答得多，只需要答出最后一个就行了。来，所有人做好准备，请出音乐。亮哥，那个什么事儿啊你？你宰相刘罗锅，我一上来我就知道，我小时候吃了好几遍。刘罗锅，这刘罗锅了，这边乾隆，来答题圈转移。乾隆，宰相刘罗锅，刘罗锅，和珅，李保田。果然先举手的要输。来继续。左的，往右的。花花最快。家有儿女。流星。下雪。下雪。张医生。干嘛？张医生。我刚想起个伴儿，张医生。干嘛？小童，你这提醒我都听到。不是杨子。这个宋丹丹，郭亚林，郭亚林，高亚林，别说了，还得罪人。获胜的老乔家，哎，恭喜！没有落水，那就挑战成功了。第一个游戏，其实我觉得杨迪你应该放心，因为简单。是什么游戏？传统的石头剪刀布。可以，相信你们，石头剪刀布。晚意运气怎么样？晚意可以，晚意来一个，靠你了，晚意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石头剪刀布，加油！石头剪刀布，哇，一直平，哇，压低。石头剪刀布，你们在干什么？
真行啊你，真厉害呀、啊！你们俩是来这儿干嘛？排练是吧？排舞的两个人。嘿嘿嘿嘿嘿！婉意在小童身上整整花了15秒。我跟你说啊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过我这关。真的假的？我贼厉害，我从小玩到大，没有人赢过我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，可以，你看啊，可以。王牌家族谁来这儿？哎呀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今天我们来猜拳，看我们猜什么。哇，好快啊，刘姐！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哎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哎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过我这关，我贼厉害。石头剪刀布。Oh no！ 石头剪刀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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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头剪刀布。鹏哥还在雇佣的呢。鹏哥，不是到我这儿这传送带怎么跟传盘子似的一样快？鹏哥是这种。啊、要不是我当过兵，我这匍匐前进功底还在，我早就落水了。我来，芋头加油啊！交给你了，亮哥上了，好，交给你了，来，亮哥上，换一个玩法吧。啊，没有换玩法了啊，很简单，这个左右看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口令是呛呛贼，就是你是那个动头的，你不能跟我的方向一致。试一下，来，呛呛贼，呛呛贼，呛呛贼，可以，他好厉害呀，厉害，咋办呀？不信版本分得清，分得清，太好了！你们前三棒真不行。来这儿，来，来，谁上传送带？我来，亮哥来一个，来吧，来，准备好。往后点，往后点，往后点，准备好了吗 ？OK 了，来，准备好。咋的？我是我太紧张了，你连听到都开始动。我不看他，我不看他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向向贼。向向贼，向向贼，好，下一个。向向贼，下一个。向向贼，下一个。漂亮。向向贼，向向贼。向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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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点，向朝，向朝，快点，向朝，向朝。我哎呀，亮亮，你还不知道哥颈椎不好。来换人。啊！我觉得他们要耍赖。哥，你上吧。你要上啊！哥，你上吧。我给你抱上去。我给你扶上去，哥。要不毛巾先给你搭好。先不好。相信我们的呛呛肥。行，我保证你在我这儿就过不去。哟，咱俩就过不去了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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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这么着？哎呀呀呀呀！哥哥，没事吧？哥哥，没事吧？哥哥，报应，报应！哥，你相信我，没有一个人动头，我把他们的脸掰过去。最后一轮谁上？还有一轮？不，那个老乔家还有一轮。太好了，还有一轮啊！建议让一个干的上去，哥，上，阿甘，这次不会有人耍赖了，这次是好好玩，绝对的，真的吗？我先问问颈椎啥的都好了哈，颈椎好了，好了，动动我看看，不许玩赖啊，哥，不许玩赖，好不好？不许玩赖，好不好？咱正儿八经的。还能听见我说话吗，哥？能，哥，哥耳朵进水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呛呛锤，呛呛锤，好输了！呛呛锤，又过了。哎，呛呛锤，哥哥，匍匐匍匐，哥匍匐匍匐，呛呛。不行，哥，我冷了，我不是脖子不好，我冷。等等，你们得按顺序。不是，因为他哥，向向锤，向向锤，哎，向锤，向锤，好，好，哥啊，这是你下了毒手，这天真吗？好玩吗？太绝了！这轮老乔家胜。